看看，这是你范叔叔派人送来的急件，这上头说了，日军即将南下，让我们各路的武装前去参加战前的协调会。哎，爹，这挺奇怪的呀，开会的地点为什么定在风化城？那不是敌占区吗？哼哼，拿下风化再开会。 这应该是一盘棋局呀。什么棋？行了行了，不说了。开会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吧。您瞧瞧您，您说话说一半，这不让人着急吗？再说了，我这练兵忙着呢，您就自己去吧。你真的不去？啊？那我可告诉你，钟豪应该会参加这个会议，反正啊，他想见的人。 不是我。嗯，那小子在啊。嗯，哟，今天这是啥日子啊？嗯，咱们家丫头也变得扭扭捏捏的。谁扭扭捏捏了？我为什么要扭扭捏捏？那不是我的风格。爹。走吧。走啊。 走走走，哎，太君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都是庄稼人，想去前面镇上卖点粮食。庄稼人？哎，对。良民证呢？全部拿出来。哎呦呦呦！良民证，良民证啊！别良民证！太君，王长明，我。嗯，你的。你白白嫩嫩的。 真的是庄稼人吗？太君，您别不信，我打小就在田地里干活的。太君，嗯，太君，嗯，这是我们庄稼人的命。太君，帮帮忙吧，这些都是我们吃饭的东西啊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走啊！谢谢太君，走。